大块猪五花直接下铁盘，烤得滋滋作响。都是有口味，淡的吃到浓的。韩式烧烤来台展店，专人帮烤帮切，一盘瓷盘上有八种不同颜色，代表不同腌料。而韩式烧烤就是主打只卖一种肉，就是猪五花。但进军宝岛，想抓住台人的胃，现在准备开卖牛肉。牛肉我比较喜欢。第一次来的时候觉得啊，怎么没有牛肉？然后它的那个酱汁也很特别。每个人来了都问牛肉呢，牛肉呢？业者终于选择增添牛肉品项。目前店家还在评估要用哪个部位，镇定会以肋脊部、肩胛部为主。而其实烧烤韩国本店本来就有卖牛肉，现在台湾跟进就是因为抵不住顾客催促。食组里面就有七八组都来问了，所以他们就是台湾人，其实对牛肉的爱好度其实还蛮高的。要抢台人爱吃牛的商机，有日系烧肉店主打的就是这一个牛肉山，它从上到下牛冻总共有20公分高，超大分量牛冻。搭配简单海苔，让你吃到撑。想要一个筷子夹起来，根本不可能。20公分高的牛五花肉山超扎实，是由一片一片牛肉慢慢往上堆叠。才刚开幕2天，就吸引大量顾客排队，就是想吃个过瘾。牛冻来讲的话，比外形来讲的话，好像没有像它这么壮观的感觉。不止牛肉分量惊人，牛冻酱汁也是独门调理，还能搭配温泉蛋沾着吃，大受欢迎。业者表示，目标3年内能将烧肉冻在台店数从2家拓展7倍多。到15家，而同品牌也是主打牛肉的日式烧烤，目前也已经有21家店。台湾牛食商机，日韩餐厅抢食大饼。谢肖真县令台报道。